你嗰啲都做唔到啊？你嗰只手扣啫。系啊，刘卫东，麻烦你，你那个也叫手扣啊？恁个大的眼子，外面都得求老子买啷个耶？哎，你要摆个摊摊在那点儿，哪个来吃哦？哎，没人吃才怪。哎呀，也该我们发财了哦。最近我做了一个考察，现在到河边来放风灯的人越来越多，嘿，都很喜欢吃烧烤。我做了个预算，生意绝对不成问题。耶，你娃现在生意间儿一套一套的弄得滚瓜烂熟的，你连摆个那个摊摊儿你都要搞预算了哇？哎呀，那个做生意嘛就是那个样子嘛，不管你做大生意还是小生意，都要讲求一个市场规律啊。哎呦我说刘卫东啊、哎、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，搞得乌烟瘴气的。哎呀张妹妹啊，搞了一个烧烤摊，哎呀主要啊是想方便一下人民的饮食文化生活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。你这个烧烤摊哪里是烧烤摊嘛，简直在烧在放那个毒气弹嘛。哎呀张妹妹，你说那么大一句话，哎，就左算那个是毒气吗？我也不敢当到你老人家放上啊。你的意思还要背到我放上？哎呀张妹妹，我那个是自力更生，艰苦创业，自食其果，自食其力，搞个烧烤摊嘛。哎呀找点钱嘛，总不能老是等到政府来救济噻啊张妹妹。哎呀就是那个坛呢、啊、买的稍微歪了点，颜值有点大，对不起哦。对不起。你这么一说啊，我倒觉得你这个举动啊还是蛮令人佩服的啊，周耀姑啊。是应该这个样子啊，刘卫东啊，你这个也是一种再创业的典型哦。这个张伯伯现在理论水平好高哦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那个刘卫东啊一直想做什么那个大生意，可是到现在为止呢一样也没有做成啊。他现在搞这个烧烤摊啊，虽然是小本经营啊，但是我觉得啊这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啊。所以啊我就觉得啊，刘卫东在转变。所以啊我就觉得啊，刘卫东这个主意不错啊。刘卫东啊，人家说这个烧烤要花色品种齐全，你都有些什么呀？张伯伯，我的菜齐全得很哦。那里有藕片、洋芋丝、火腿肠、豆腐干，还有鱼子，绝对齐全。我的主要的特产啊是正宗的上海臭豆腐。慢点啊，你这个哪里是正宗的上海臭豆腐哦，人家上海的臭豆腐那是闻起来臭，吃起来是很香的哦。你这个是重庆的霉豆腐嘛。再说上海的臭豆腐只有在上海买才是正宗的，重庆是很难买到的，知道吧？那你的意思是我还要专门跑到上海去进豆腐？对了，你这个主意不错的呀。那不是豆腐都盘成肉价钱了吗？我没得那个好。你这是假冒伪劣嘛，你要是周耀顺知道了肯定要批评你。他周耀顺才不来批评我耶。他高兴惨了，忙起来表扬我。他说我是再就业的典型。今天就到街道去汇报我的事迹去了，说了我多年来我们家里还终于出现了一个典型。哎呀他老人家当时是激动惨了。哎呀张伯伯得罪了。哎呀搞啥你疼哦，动到了两周是腰疼疼的。哎呀刘东你在搞啥子，臭熏熏的。小胖，四川人说不得，说都说他都来了。杨三儿，那都是我搞的烧烤噻。哎呀收起来，那个摊摊收了。那个收了吗？是要收了噻，准备了。不准备。杨三儿，
你昨天都在表扬我说我是最好的典型的嘛。哎呀，昨天是昨天，今天突然发现你这个东西跟我们当前的精神不符合。那当前又是个啥子精神呢？听我跟你说嘛，今天我开了会，接到了指示，一年一度的创文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明天检查团就要来哟。我们嘉宁号是全区三个重点之一的，今天早晨我把你这个东西跟上级汇报了，还以为是个很好的典型，结果该到办事处啊，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，说现在不是抓啥子烧烤，而是要抓创文活动，凡是与我们那个创文活动不符合精神的，摊摊条条薄薄那些一球取缔。取缔？早不创维，晚不创维，我把烧烤摊摊弄好了他来创维，那我在哪去吃饭呢？在你屋头去吃啊？哪个到我屋头吃饭了？你又不是我屋头的人。哎呀，那也可以，吃两顿买啥子？说明我那个干部跟你们群众还是打成一片的噻。哎呀，不过天天到我屋头来吃也不好噻，我是个国家干部，你不成了干部子弟了？哎呀，我也不想成为你那个干部子弟，但我总得要吃饭噻，啊？卫东，没那个不准你吃饭，只是这两天呢暂时不要摆，这两天一过你就摆噻，你没得那个管你。那你那个算啥子创维呀？你那不是假打药哈？这哪个是假打呀？是噻，哪年创维不是保持一天儿饱嘛？对头，你说得对。领导说今年就不要落得一个年年创维年年涨的骂名，领导反复跟我们强调，就是说创维重要，但是保持就更重要。去年呢就没搞对哟，去年只保持一天，结果检查团呢就杀了个回马枪过来，哦吼，全市的工作就泡汤了。那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个创维工作呀，我们就不能只保持一天，起码要保持三天以上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样啊，就不怕他给我们杀回马枪了噻，啊？三天，那三天过后又涨了啊？哎呀，明天又创维噻。明天又创维，你说的那个不是假打，不叫走过场，叫啥子啊？这哪个是假打呀？这哪个是走过场啊？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忙，领导他们也忙，这每年搞一次创维活动，这还是合理的，年年搞一次这是很科学的哦。要是哪年不搞噻，我们还有点不大习惯。那我又问下你嘛，那个创维的目的是啥子嘛？创维目的嘛，就是整创卫生城市噻，这个都不晓得啊，不然大家啷个搞得那么红火呀？哎，你问那个事情还有点扯呀，亲爷。哎，杨婶儿，我那个烧烤摊摊是摆到河边边上的，有哪一点影响了你创维呀？哎呀，这个烟雾腾腾的，又臭熏熏的，哪个不影响啊？哎，杨婶儿，我觉得别个刘卫东那个摊摊，还是有一个好处。那都是我们不看天气预报都晓得风向，你看嘛，哎，要是我那边闻到味道呢，哎，那都是东风；你那边闻到味道呢，那都是西风。那要是我们两个都闻不到，它都在那个上面能够转呢，那都是旋旋风。哎呀，啥子东风西风哦，旋旋风哦，就是不准摆。好，不摆不摆，要是支持你的工作啊。但是我买了那么多货。账也没有开，那个损失哪个来补偿啊？嗨，刘卫东啊，刘卫东，你是在跟我提条件，跟领导提条件，给我们创维活动提条件，你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哦！哎，影响我们那个创维活动，影响我们那个西部大开发。哎呀，要事要事，麻烦你，你不要得点那个上纲上线的了。我觉得别个刘卫东那会儿要是不准他摆的话，那是有损失噻。哎，不如强哥嘛，你给别个补偿点噻，免得明天检查不起工作。那个要得哟，讲究他，
讲究那些歪风邪气的。那要是明天街道的来了，他说我们家里孩不合格，说家里孩的居民委员工作不得力，要换人，哪个办呢？换人就换人嘛，有啥子了不起嘛？那个嘛，这又不……好嘛好嘛，为了创委活动，我就顾全大局。哎，绝不是为了我要当那个居民委员哈。好多嘛？不多。25元总要拿嘛。拿去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哈，你不要到处就给我搞些烂摊子哈。哎呀，你看我喵婶儿，都这些地方个大公无私的哈，工作又做得好，我们选的没错的。哎，幺婶儿，幺婶儿，你说那些菜有哪个办呢？哎呀，老实的嘛，弄得多的嘛，丢了又可惜了哈。放点冷了不好吃吧？可久了些菜都干了噻。那哪办呢？那都像那个嘛。我们把它弄来吃了，把家里哈的全部人都喊起来吃，然后啊，哎，我们一边吃嘛，你得给我们布置任务噻。要得要得，天爷说得好，那我们就号召大家，全体赶快打扫清洁卫生，赶快弄得好好的，完了我们就来吃刘卫东的烧烤。哎，各位居民同志们。我们一年一度的创卫赞誉啊又打响了。这一次啊，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清洁卫生啊，做得非常彻底，非常好。这个但是我们要好好的保持哦，起码要保持3天以上。等检查团走了啊，我们才能松一口气哦。这是我们街道上给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。杨婶儿，你那个是不是耍孩再说好不好？我们先把那个串串啊啃一打。这个东西啊，冷打不好啃。要得，为了我们的那个创卫的那个战利品啊，我们吃刘卫东给我们弄的烧烤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杨婶，你拿那么多个，你怎么拿那么多哟？哎，杨婶，你过来，我想你干啥？哎，你干部领导让我们先拿，我出了钱呢。梅姐，你还是少吃点喽。你看你啷个拿恁个多嘛？我这人就是瓜兮兮的。不吃白不吃噻，反正都是人家幺婶儿请客。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哦，吃。哎呀，我看那个刘耍娃儿弄的东西怕不干净喽。你看看，那个刘卫东都在吃，你怕子吧？吃。那要得嘛，管他的，那就去嘛，反正我们也没有出一分钱。好凶。要啥？你还不要说、这个烧烤啊还是蛮香的啊、哎呀，这个刘卫东啊看上去啊那是眼高手低的啊，但是弄点东西吃的还是蛮好的哦。味道好啊，味道好，我再拿几串。你们还来哦？我跟我悄悄留两坨噻。哎呀，你是不怕账款钱没了吗？哎，你不怕帽子扔出来吗？我留到晚上宵夜。那个悄悄又不在屋里，我看还是吃的好。叔，妈，我可在晚上吃，你拿好多呀你。我也多。快点，你抓子。快点。你看你们都拿那么多。听到起，你吃完了。我留到明天再吃。一哈吃完了。给我写几个字哎，热烈欢迎检查团光荣指导，光荣指导哦，对不对？我写哈哈。啥子？姚婶儿，你喊我们画家写标语，那不是大炮打蚊子吗？你说哟，你是嘉陵号的居民，有任务噻，创卫工作嘛要做贡献嘛，这是政治任务的嘛。吃了还是要给我写好。姚婶儿，写标语嘛，也就是给
在嘉陵行做事噻。哦，我们那些人嘛，那个写几个字嘛，拿到香港去当做文物来卖嘛，那是不是随便写的噻？就是随便写嘛，也不能多写了噻。那一多写了，那不把那个价格市场都搞乱了哇？呀，办得高，办得高！你听我说啊，你那几个那个蜘蛛爬的字，还要到香港去拍卖啊？哎，我就是要卖给外国人噻。哦，我看呐，也只有卖给外国人。为啥子啊？因为外国人不懂中国字，好骗人嘛。你刚写的啥子？哎呀，我写的我啷认不到嘛？我上厕所。不走不走，站着。站着。我站好。哎呀，要死！你既然认得，你啷个跑进去？丁丁的意思是说，要检查团的来检查了过后，才准我们上厕所哟。哦。那检查团好久来，我们好久才能够上厕所哟。哦。那检查团不来。等我们都不上厕所了哦！哎，你那个是啥？我也啷个说？哎，你那个是啥子道理嘛？哎呀，啥子道理嘛？卫东啊，你要理解我呀！我这个厕所撒了香水的，香喷喷的，领导一到我们家里哈来呀，看到我们的环境也非常优美，厕所香喷喷的，他就要表扬我们噻。要是说你们都去上了厕所，哎呀！臭熏熏的啷个办嘛？你们要顾全我们那个创卫工作，要顾全大局。大局大局，我们现在大局是要上厕所。哎呀，不得行，不得行，不得行！哎，快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你我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跟你们说，上去说了的，哎，又来一个，又来一个。哎呀，要是个大子嘛！哎呀，我把你们是上去说了的，创卫期间。在我们这个环境展现优美的时候，领导没来检查之前，厕所一路停止使用，懂了没得？哎呀，要是那个水火不留情，那个憋起难受的那个。卫东啊，你们就跟我扔，扔一下。要是我已经忍不住了。哎呀，等等。你是想改大手嘛，改小手？哎呀，我主要是接大手，顺便接点小手。那更不得行，更不得行，不得行，不得行。你是啥子道理嘛？哎呀，替我原谅。那个人要把人憋死嘛了嘛？哎呀，都是不能钻进去了。哎呀，来不及了嘛！哎呀，昨天不要吃烧烤，不要吃烧烤，你要吃啊？想弄个无根残余都包包够。啥子嘛？还有倒个残余锅嘛？还未必然，他隔壁是男人倒说，快点哈！是是，我到。哎呀，要干什么到厕所嘛？啥子天气嘛？不是非要在屋头搞得来帮丑八丑。哎，不准进去，我叫他收到。哎，杨生，杨生，哎，检查团你来了。哎，你伟大呀！我也进去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他都进去了嘛。不行不行！哎呀，杨生，你不出来，杨生，你不管我嘛？你不管出来，你怕我进来不得啊？我进来要把你拖出来。要来了！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认了，我可以坚持一下，我暂时不那个。哎呀，关键是我急于想解决那个的嘛，想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进去了啊，太臭了。哎呀，不是，那个，哎，那是人的正常现象，他啷个可能不排泄嘛？哎呀，不得钻进去了。啊，你咋的嘛？还不回来？喊你去倒痰盂，又喊你咋碉堡，是为去不返呢？哎呀，你不晓得，要是他都不准我进去了嘛？哎，不行不行，一看到的，一看一再不准我进去，
就影响夫妻关系，一看他就要打脱离的嘛。哎呀，不行了，不准进去哦。啊，胖丑八丑的。哎呀，你再不准进去了，我就没办法，我不准要。哎呀，你那个人是怎么说的？你看一坨到嘛。哎呀，我刘卫东，刘帅文，你个背时坨坨，你带头就冲进去了，你污染了整个环境的嘛？爷，你破坏了那个创卫工作哟！你看嘛，你不出来，你看我进来把你抓不抓得出来？你把我们那个家里后的啥子都污染完了，那还检查个啥子？你快点给我出来！是不是你那烧烤出了问题？你说，你说，是不是你那烧烤出了问题？啊啊，救火有没有问题？我那个烧烤有啥子问题嘛？如果有点问题，可能就是那个上海臭豆腐。就是你今天要臭豆腐干啥子嘛？我跟你说，哎呀，啷个能够痛啊？哎呀，就是有个白痴烧烤，我不准进去，我进去了，我不准进去。哎呀，你能搞啥呢？哎呀，我知，哎呀，好了。你让我进去好了。哎，姚顺，姚顺，姚顺，今晚忙着等我叨叨来。哎呀，姚顺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不过瘾，拉了嘞。哎，我进去啊，我进去。姚顺在里面啊，他是个女同志，你们是男同志，等他搞鬼儿来。我不行了，哎呀，姚顺，姚顺，你出来，你别出来，我们可以看见吗？你帮帮忙啊！哎呀，一看这个啥子天气，一看这个天气，哎呀，现在好倒霉啊！哎，我你们都不准进去了，啊，我已经进去完了，啊，你们不准进去，哎，不准进去了，他们都跑进去了。哎，杨三，你那哈舒服了哈，来了。哎，那就哎，不得行，我还是要进去。哎，他们是男同志。你是女同志，老三。哎，老三。哎，检查到了咯。是吗？卫生搞不得。卫生啊，都搞好了，整整齐齐的。那个臭烘的。啊。还有那个标语不对头噻。哎呀，哦，是刘卫东他。啥子？说。哦，不，是范德高，他要想上厕所，身上没有草纸，所以说急到了就抓了一坨进去的。反复给你们强调。检查他没来之前，厕所不准使用噻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我跟他们说的，不要用啊，哪个随随便便用厕所就……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要去了。哎，姚三，周姚三，周嘉宾，你们家孩儿继续上位。扯皮两斤不过时，鸡毛蒜皮。